停。翔哥，好，翔哥，我可问你了，好紧张哦。牛牛的本名叫什么？脑子光速回转。走，一、二、三。好 ，OK。刘毅，大名就叫刘毅，小名就叫牛牛。好，那就从小赖赖开始传。传给他。停，牛牛，牛牛，准备好回答问题了吗？牛牛，第一天带牛牛回宿舍的老师是谁？谁第一天带你回宿舍的？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。他应该不记得了。调监控回放。你呢？就是副社长，你们这三个物品，记住你是副社长，他们两个是社长，好不好？丁师傅，丁师傅，恭喜你答错了，是我呀，牛牛。是乔山老师，你不记得了？哎呀，你还是我们组的呀！牛牛，那天我领着你雷雷和你红日哥哥，咱们一起回去的吗？四号房是哪个？你是副社长，他们两个是社长，好不好？你忘了？来，牛牛组的老师，请来吧，咱们就别客气了。终于抓住第一个可以惩罚的人了。啊，忘记了。没关系，他抱牛牛就跟抱俩塑料瓶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幸好是牛牛啊。来吧，深蹲吧，深蹲十个。哎，不是，不是。二。好，牛牛下次再打错好吗？室外挺好玩的。嗯，牛牛到时候问你吃胖了，牛牛。小雨，好好的，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好吗？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哲宇。在十四位小朋友里，你给我说出来，谁还会跳 locking？ 诺诺、佑佑，然后雷雷，还有洋洋、翔哥、肖灵儿、王纯，会跳，会。谢谢哲宇，回座接着吃啊！哎，哲宇表现非常好，好简单。停！又是他，哲宇，你的运气很好啊，哲宇。我再问你个问题啊，王纯小朋友，在他的屋子里养了几只冷血动物？我来回答他，不行。你来，你摸摸。我不摸。你咋玩蜥蜴了呢？他吃金鱼吗？好像是四个东西。嗯。鱼，两条蜥蜴，还有那个壁虎吗？没说全。嗯。两只沙漠蜥蜴，一只水灵蜥蜴。哎呀我家。不用准确到这个地步吧？那这算不算赢啊？人家说壁虎、蜥蜴，算。好，哲宇又一次答对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想回答问题，有问题吗？嗯。这世界很酷。